一天的美好时光，奔跑走廊追逐的模样，独自去想要观赏。手握冰淇淋漫步操场，拥抱微风掠过的清凉，白日梦有时也会幻想，故事慢慢拉长，青春滚烫。偶尔倔强，一起闯祸的疯狂，偶尔分享点点滴滴的时光，跌跌撞撞，不知不觉慢慢成长。青春青春闪着光，夏日等着和夕阳，青春青春不散场，追逐大脑的日常，有你们在身旁，像是一种嘉奖，快乐循环播放。青春青春闪着光，写下心底的愿望，青春青春不散场，把未来握在手掌，有你们在身旁，像是一种嘉奖，记忆我会好好珍藏。午饭吃完了吗？一会儿一起下副本呀。马上就吃，下本就不了，下午还有事儿。十一不是全国人民都放假吗？啊，放假生意好，正是忙的时候。好辛苦啊！啊，快点吃饭吧，先不打扰你。周雨峰，你现在这样做就是纵容周瑞怡错再错，你知道吗？水晶女孩不打扰你了，小南还闲着呢。瑞哥，等我。楠楠，没什么事儿，和妈去店里一起帮忙吧。妈给你买枇杷木烤鸭吃。那你在家好好带洋洋吧。雅雅，你想不想出去玩？你再想想。来来来，喝水啊，喝水喝水。等等啊，雨峰老师马上就回来了。我们这个店开了十多年了，生意特别好。雨峰老师有点忙，所以欢迎光临。老蔡，向南。蔡老师好，蔡老师好，来来来来，快进来快进来。你就是一直这样没有责任心，现在周瑞都辍学了，你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着急，他也考不了100分。100分？你当儿子还是6岁啊？你这样子，我怎么放心儿子跟着你？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成绩是一塌糊涂，现在连书都不愿意读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好的。不行，周瑞必须转学，跟我去江宁中去。那你要考虑儿子怎么想吧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愿意去的？我们现在就是帮他考虑什么样才是最好的。要是再跟着你，儿子就养废了，一辈子都这样没用。陈佳敏，你怎么总是这副样子？我什么样子？你说我什么样子？你看看儿子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，我为了谁呀？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。你还总扯我后腿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你跟谁能说清楚，你就跟谁过去。第十一集，当你年少时，总会有烦恼。他好好的，不用你操心。我不操心谁操心啊？我是他妈，指望你，指望得上吗？那他现在不是好端端长这么大了吗？来，别紧张，跟他自己家一样啊。那个向南，你国庆七天的卷子做了没有？你要不会的，老师可以教你。不用麻烦了吧，老师。那你今天过来是做造型还是剪头啊？来来来，各位洗头都可以这边先排队啊！来来来。向南，平时看你毛手毛脚的，洗起头来还挺温柔的，好舒服
好专业。你专门学过？哎，这不前段时间每天放学在这里经过，经过着就会了吗？不是我说啊，你但凡这点精力放在学习上。夏老师，周叔呢？没看着啊。宇波老师啊，他突然说家里有事，马上会回来的，让我帮忙看一下店。有事儿？我有件事儿要拜托你。周瑞怎么还不回来？买什么饭需要这么久？又吃泡面？你就这么大儿子？哎，来不及了，我五点还有个会，等他回来，让他给我回个电话。十一假期结束，他必须去江陵中学报到。可是小瑞他还没有。周叔，现在你看见周瑞了吗？瑞哥不在家吗？周叔，我刚刚看到佳敏阿姨了，她过来是因为瑞哥退学的事吗？啊，他妈妈帮他联系转校到江陵中学，小瑞的脾气就上来了。贤楠，你跟周瑞从小一起长大，回头你帮叔叔劝劝他。哦，不可能，你绝对不可能！劝瑞哥离我远去，我疯了吗？我江离怎么了？上江离就人人都南渡清北了吗？我没有找到瑞哥，对，我找不到他。向南，你来找我的？我就是来看看电影。走吧。啊，你先。我身上是装了指南针吗？你开这条吧。我去那儿吧。啊，那儿采光好。啊。哦。我恨我自己。瑞哥，听说你要去江陵中学读书了。向南，离这么近，发什么 QQ 啊？有想聊聊的吗？隔着屏幕放飞内心，畅所欲言。你专心看电影，我在游戏，别逗我。切，什么啊？装什么酷啊？可是我喜欢。去吧，水晶女孩，带给瑞哥
好心情。嗨，帅哥，工作结束了？等你好久了。瑞哥，刚网吧问你的问题还没回答我吗？什么问题？就是，瑞哥，我们去买糖吃吧。奶奶，来两个脚丫糖。谢谢奶奶。不开心的时候吃脚丫糖会非常开心的。你瞧瞧，哎，大壮，哟，来了。今天是还给丫头剪吧？啊，给我们离得精精神神的，好去上学前班了。嗯，奶奶，等理完发，我们就去买作业本，好不好？嗯，加。周叔叔，老样子。谢谢。哎呀，楠楠这么爱学习呀？啊，那可不是。我觉得向家能出个状元。来，把这个给爸爸。哎，可能是太费脑子了啊，所以头发长得快呀。这个月都来了四次了吧？嗯。哎，小周，这还得免费办个会员卡啊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楠楠可是咱们这儿的终身荣誉会员。好哥们，快谢叔！谢谢叔叔啊！周瑞，周瑞哥哥，叫人了吗？向叔叔。嗯，可乖了，玩去吧。周瑞哥哥，你在玩什么呀？魂斗罗。哦。这个给你。这是我买作业本送的。你只要一直朝着这个箭头走，你就能找到在南方了，你就可以找到我。楠楠，走喽，买东西喽！你也是我们店的中山荣誉会员哦。走了，跟哥哥拜拜。陈佳敏，你怎么总是这副样？我为了谁呀？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你还总扯我后腿。我跟你说不清楚，你跟谁跟你说清楚，你就跟谁过去。是在南方招牌，我妈包的，不过还有。慢点，慢点，哎呀！快吃呀，快吃呀！自己留着吧，妈妈不需要。乖，要听爸爸话。妈妈，妈妈。
周叔叔好。哎呀，你好。周瑞哥哥。周叔叔，老样子，谢谢。整包作业本跟奶奶换的，超大一坨。不开心的时候吃嚼嚼糖会非常开心的。怎么了？我牙掉了。就是问你转学去江陵的事吗？啊？刚网吧问你的。哦，我爸说的，已经解决了，不去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那，你既不转学，也不念书，不会真准备开店了吧？不好吗？那要看你是不是想开店了。我觉得你不太想。你只是不想转学，也不想回天中，事情还没有解决，你就闪开了。瑞哥，你不能总拿放弃选择当选择呀。在店里能帮老周，挺好的。瑞哥，你的挺好可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挺好，是你梦幻西游里包野 PK 竞技榜拿下的全区第一。是你天天追着我特训百米跑出的12秒8，是你球场上一个人砍下的37分。排比都用上了，难为你了。我是认真的。好吧，看在你面子上，那就考虑一下。考虑什么？江陵中学啊。什么？你不是不去了吗？我做了什么？啊？怎么了？你牙又掉了吗？粘住了。不过确实开心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网吧包夜？月底刷经济榜嘛。啊？那当然是听陈海说的。哦，好久都没见他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他好得很。杰克。I changed my mind. 我改变主意了。汤姆说你，嘘，把你的手给我。Deal me your hand. 那 close your eyes. 闭眼。哎，导演，你看他，朱成海。我们也累了一天了，大家这么疲惫，休息一下吧。不许动，谁都不许走。那个高一的郭志宇下周又没约到报告厅，我们能实地彩排的机会用一次就少一次，大家再坚持一下。孟南里，老三，你情绪饱满。但是表现得有点浮夸，要戒骄戒躁。朱成海，你让我很失望。表情僵硬，台词刻板，就连这条裙子都被你这张大圆脸衬托得乏善可陈。
裙子也关我事儿啊？哦，是我的错。不过夏然，咱们既然下周也要彩排，要么就稍微弹性一点。隔天我隔天如隔山，台上一分钟，我们本来就没有十年功可以笨鸟先飞了。你，夏夏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感冒了？喝点水。没事，被口水呛住。说，那个，我去个洗手间，可以吗？那休息十分钟，然后我们继续。你不冷吗？寒冷是我清醒。还是你感冒了。我这两天后悔了。不行，你得给我演女主角。你没说这个，我说的是点你当导演，不知道套的是你还是我。哎，别吵。你自己穿好。服化道是人物很重要的一部分，知道吗？那你呢？感冒怎么办？小霞，这是我去老师办公室给你接的热水，快拿着，暖暖手。这都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你别跟我客气。你要坚持你的文艺梦，知道吗？我其实也不是。好了，你加油，我先去帮你置景了。你看，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昂扬斗志。走，继续排练去。不说十分钟吗？拉我手干什么？你俩和平同类像呢？啊？好嘞。玉红老师啊，哎，这头啊，还是你推的好啊。哎，我服你，我服你。我身体棒得很。哎，那您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蔡老师啊，我这会儿忙完了，一会儿我送向阳回去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，没事儿，我监督他写完这页再走啊。哎，来，洋洋，这五个数字啊，一个写一行。我念字嘞，好潮啊！玉峰老师，听说周瑞办理了停课是吧？停课，瑞哥，蔡老师怎么说你停课？你不是休学吗？孩子他妈想让他去江陵中学，那这样的话，哎，不就你一个人了？哎，都一样嘛，孩子长大了，总要离开家的嘛。哎，那你这手续办的不对啊，江陵中学他不接收本地转校生源的，你得先休学，重建个学籍。啊，我知道，可是周瑞那个脾气啊。万一他妈妈说了他不听，还想继续念天中，先暂时留一留吧。那你这爸爸做的也不对呀、啊？你知道学校复课有时间要求的，你这个该劝的还是得说的。哎，我知道的，知道的。谢谢蔡老师为周瑞费心了。那他毕竟叫我一声老师嘛，而且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母嘛，我关心他应该的。洋洋。洋洋，夏阳同学，不许在走廊上跑跳。那什么，不好意思，职业病啊。洋洋不怕，洋洋不怕。向南同学，你看看，你弟弟才四岁，就能写的横平竖直的。哎，你怎么好意思每次写作业跟画符似的？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啊？态度，学习是态度的问题。对对对对对。雨峰老师，那个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好好好。
那我们也先回家了啊。好好。吃饭了吗？这两个你吃哪一个？藕坛酸菜吧。你妈今天来过了。嗯，我知道。江南，你之前说过想拉瑞哥出去走走是吧？带上我和笑然一起郊游怎么样？好呀。你说服笑然？哎，我不行，他现在那个状态。我负责瑞哥。郊游伙食费谁包？我包。我想吃桶面。欧了。Yes。喂，瑞哥。喂。哎，小冉，完了完了，瑞哥要去江陵中学了，我不想跟他分开。啊？小冉他疯了，他疯了，他两个眼袋比眼睛都大，再这么下去他就走火入魔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瑞哥不是休学吗？确定要去江陵了？那倒也不确定。不过那可是佳敏阿姨的主意，而且江陵哪儿不好呀？我凭什么阻止瑞哥积极上进啊？你先别着急，等有了确定消息再说。你们不是放假了吗？萧然怎么又参加竞赛了？不是，是校庆艺术节泰坦尼克号，他入魔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戏没拍出来，命得搭进去。那怎么办？他没法一个人待着，不如叫上他去郊游吧。去郊游吧。好啊。不行，谁也别想耽误排练。在未来某个时刻里，突然想起现在的你，恰逢蝉鸣随风而起，回忆揉着严肃心，才混着薄荷味道的夏季。也许会在未来某时刻里，突然想起那天夜里，风悄然将繁星吹熄，是什么不知所起，却偷偷埋下了伏笔，是关于你。于是岁月就这样播撒着青春的芽，有人吻过她懵懂的脸颊，如梦一场，映着少年眼中的光。亲爱的你，多想拥抱这样的你，无拘又无虑的你，慵懒又勇敢的你，跌跌撞撞的不聪明。亲爱的你，感谢有过这样的你，曾经狂奔的背影，伴着分离的呼吸，呐喊出的一字一句，我都没忘记。我相信青春若有轨迹，终点一定